对啊，这是我两只过世的狗狗啦。对，那那个希望他们跟我同在，对他们一起跟我拍完月老这样子。嗯。啊？今天造型就是我觉得，就一个适合三十岁的造型、喔。我不知道，这是对啊。啊？这个不用有信心吧，就是外观是很主观的啦，看大家，我是没有关系啦，对啊，我觉得自己觉得好看就好。鞋子就是我觉得我想把自己生活中的状态融入在红毯上，因为我平常就是白鞋配白袜，所以我想要就维持这个状态，对，就把一个自己的感平常生活的感觉放在自己的服装里这样。哦，对啊，怎么了？啊、对对对，就是不是我想说，我整个人太暗淡，因为我很紧张，想要有个领带可以帮我亮一点这样。所以你现在是很紧张，所以你会有点小小语无伦次。没有，我现在很紧张，所以看起来很拽，但不是，我其实是紧张。对对对。听说你昨天牙齿紧我一定要的吧，不然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，来干嘛？对啊。真、嗯、的有睡好吗？没有，我今天早上6点就起来了。这么早？嗯，我真的睡不着哎。我原本觉得真的还好，但今天越靠近，真的是吧，马哥？是吧，马哥？那你男配是鸭？我男配当然是选马思祥，什么问的问题啊？马哥现在心情会紧张吗？超级紧张的，超级紧张，对。你有带什么幸运吗？有，这个项链。有什么遗产吗？我太太跟着我这样。对对对。那柯震东什么幸运吗？重新回答变好了。哈？有什么幸运吗？有这个红色的线。对对对。是跟月老有关吗？其实没有，这是我干妈给我的。对，但是刚好跟月老也有关系。对，所以就觉得，对啊，这一起，对对对。我今天就走一个仙女风，因为在戏里就是小咪代表，所以今天还特地接了长发，这样，所以对。那柯震今天觉得小咪如何？哦，很辣，很辣。辣。嗯。不止辣，辣的点。他看到我的内在，他看穿。就是，漂亮，很漂亮。你真的太紧张了，对不对？我你不要一直问我问题，为什么还一直问我问题？这边有那么多人。他在那边访谈啊。你问他们。我是很高兴啊，很高兴，就是尤其是第一项是颁特效嘛，对，所以我一直就已经准备好要起立帮阿青就是欢呼这样子，他如果得奖以后就叫他青哥，不要叫阿青了这样子。